哎呀，找了个事儿，我这不老样子上地里干点活吗？哎呀嘞，你咋一天都头脸挺忙了呀？必须的，生活要充实一点。充实一点，再这么充实，直到现在也没到个时候啊。人家不是一句话说得好吗？有钱就一定会有媳妇儿的。哎呀，哎，小伙，你看咱村东头那个王翠花怎么样？啊，王翠花。干净好眼了，那长得有水灵，那皮肤还好，身材也好，我这都愧于不，我现在心态想还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是吧？啊，我听说啊，他这一天啊，天天在那儿上亲啊，你有时间你可以去找他聊聊嘛。啊，他现在在那儿相亲呢，那就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咱。你管他能不能看上你的，你只管去找他聊聊天，你也少不了一块。也是哈，不过我也不能就这么去啊，我现在也没有媒婆啊。你看，这不是有那张大婶我吗？啊，是哈，那行，可以。行吧。啊。好，那么你这两天你就等着听我的事儿哈，我这两天我去给你跑跑腿儿。立马给你回事儿，靠谱多找了个事儿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好嘞，就这么地。谢谢。哎，大子，哎，那个你们看见小胡上哪去了？上兰州了，那不？他上兰州了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哈。你是说你还有找了找啊？我这刚和他们刷完，我在这等着你呢，小饭茶都备好了。上前面坐坐去。啊，好。那个小胡，我听张了个婶说你得给我上亲。啊，是啊，张了个婶都和你说了吧？哎，那个，小胡，其实吧，你这个人挺好的，你看又能干，还知道挣钱啊，还会过日子。不过嘛，我这个人上亲吧，也是有条件的。没事。翠花，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就行了，我尽量满足你。啊，我这个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彩礼，哎，这个彩礼嘛，你得给我八斤八两。八斤八两？哎，哎呀，这好办，我给你整点5毛钱钢镚子，我拿那个秤给你称称，保你够称。哎，你哪不能这样呢？不行，不能是这样的，你得有那个纸的纸币，红色的。RMB， 你知道吧？加上金项链啊、金耳环呀、金戒指、金手镯，你上称一称，八斤八两才算。哎呦我的妈了呀！这得多少钱啊？啊，我给你算过了，也不多，大概也就39万多点吧，还不到40万呢。这不到，我拿2万都费劲，你让我拿39万，我。反正吧，我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彩礼啊！你要拿不出来，那就算了哈。好，再见哈。拜拜，散了。张了个婶儿，张了个婶儿，来啦！哟，我死了吗？你这是？哎呀，张了个婶儿啊！翠花，我见着了。哎呀，俺俩唠的是挺好，嗯，就是他这个要求有点高了。他什么要求啊？他要八斤八两的彩礼。哪么八斤八两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他说这个八斤八两，就是金手表、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，还有什么大钻戒。啊，称一称，钱加上这些玩意儿，八斤八两，差不多得10万吧。哎呀嘞，他这要的确实也不少，这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他这是。是啊，张了个婶儿，你看我这一天累死累活的下地干点活儿，我顶多我攒了不到2万块钱，我拿这钱出来都费劲，这一下让我拿出几十万来，这不是要我的小命吗？
确实有点多哈。哎呀，张老个事儿啊，我看俺俩这个事儿啊是费劲了。哎，要不张老个事儿，你看我给你那个介绍费，要不你先退给我？那可不行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从来就没听说花会退介绍费的。那不退也行，那你得给我出出主意啊，张老个事儿，我还等着给你送大猪头嘞。啊，这行。我给你上个办法。哎，小花，有了！哎，还是长了个事儿厉害，我去了哈。行吧，快去快去。兰哥，你说长了个事儿和我说的这个法能不能行得通？肯定没问题啊，我太得上这座。张婶儿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啊，这不也成了？哎呀，原来我这身边就有成功案例啊！爹，那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这么说还是俺兰哥贴，靠谱！我等这个事儿我要成了，我绝对给你送一大包糖去。哎呀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那什么，你把这个东西钱给我就行了，一包钱。哎呀，多说。一博，不是吧？这俩东西这么贵啊？咋还贵啊？你要知道把这贴你身上值多少钱啊？一千个 W 啊！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来，我先给你贴啊。这东西绝对不能还货。你以前也是这么贴的？必须贴四个价，四平八稳嘛。有道理，兰哥说的话都是经典。来，到这儿去，给你看。好，哎，他来了，一会儿给我把钱转过去，我先走了。没问题。小花，那家得拆迁。啊，怎么得拆迁？来，坐下来，慢慢说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么都是一个词儿的，那家拆俺家不拆啊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啊，你看搁那个厂子进不进俺家？啊。哎呀，厂子得用俺家这片地啊。周围你看这边都在拆，恁、啊、家搁着十万八千里拆不到哪去啊？我家几单？你看看往后面这个字儿，这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喂，这字我意思，拆嘛这不是？看样是紧的了。那么那这一拆，这得分多少拆迁款啊？哎呀，这我也不太有概念，我估计拿成一成得个一两吨吧。我的天哪！多少？一两吨？哎呀妈呀，那都多少钱？哎呦，我数不过来了。你这夹着脚趾头也费劲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啊，哥就是有钱人了，不要坐着钱，可拿着飘。不是小花，哎，你别自己飘啊，你带着我一块浪呗。我考虑考虑吧，我现在啊也不太需要这个相亲了。不太需要找对象了，我有钱了。哎呀，小花，你看看你哈，你这个人多好，又勤劳又能干的。你看看咱的这个帅呀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大眼睛，哎呀，狗鼻梁，看看这皮肤白的哟，一看你就是人见人爱的大帅哥。你看看，你能不能？哎呀，你在这扭扭捏捏捣饬什么？有话说。哎呀，小花，你看咱俩。啊，我考虑考虑吧。哎呀，小花，别考虑了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叫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啊？说到做到。哎呀，必须的。那我勉强熟悉你吧。哎呀，太好了。真是好胡子呀、不过吧，我现在啊，哎呀，头
头有点痒痒，胳膊有点酸，肩膀头子需要揉揉，这个腿呀、啊、也有点挪不动，崴窝了。啊，好，明白。那现在就回去，我给你石头揉肩、捶腿，给你做饭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扶我起来。哎呀，拿着小袋儿。啊，好嘞。哎呀。